这还是我们第一单生意，那个人家专家都已经说他没希望了。地方是吧？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，得嘞，春梅要参加今年热门电影《失恋一万个》。那谋钱怎么包情人养二奶呀？谋钱谋钱。齐活了，然后居然有个变态，你知道吗？他抢我的高跟鞋。骗人的事儿你可以干，但偷鸡摸狗的事儿你不能干。你不要被我遇到，不然我就把整个人变成彩票。风水师一般长得都仙风道骨，你为什么长得这么猥琐？初次见面不成敬意，一双精美的皮鞋。五哥，你别冲动，我这么这样说你真的做人了？去你大爷！别走了，没有什么事儿都被你走出事儿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居然能把我们的鞋送他？那你还拿我的钱去请别人喝咖啡呢？用人类语言已经无法形容你了，真的。你把鞋送他，不就摆明了告诉他我们就捡他那鞋的变态吗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直。哎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也要搬家。搬家？嗯，又要搬家？你想，在这儿房租又高，四周还都是工地，你听，现在都还在施工呢。再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见那些大妈聊天。哎，那我给你那房租呢？哎，那今天请一个女的喝咖啡，咖啡特好喝。小夏，那咖啡特好喝，就是有点贵。下次也带你去喝。我没被打晕，都被你走晕了。啊？您请，您请，慢走，慢走。虽然风水先生碍着你在场的关系，不好意思直接说我们家风水不好都是你的问题，你自己要自知一点，知不知道？不是说房子的问题吗？怎么又赖我呀？赖别人对得起你吗？我脑仁疼。我就拆个盒子嘛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你要不忍心，我帮你拆。不行，拆了就没神秘感了。那就好好上班，你这样转来转去，我都没法工作了。但是不拆吧，我心里又痒痒。拆也不是，不拆也不是，你现在这样，经理看到了又得骂你。经理。谁怕他呀？他骂我呀！他骂我呀！经理，你干嘛没事站在我后边啊？这么说，我还对不起你了？那咱俩搬哪儿去？我查过了，一个叫那个非常宅的地儿不错。非常宅？房租贵不贵？房租？先住进去才最要紧的，咱俩掏房租不是家常便饭吗？哦，非常宅，一个酒吧改造的 loft 的，总让人感觉很轻浮。咱俩 hold 得住吗？有我在，怎么可能 hold 不住？你心想，那才是最适合咱俩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闲云野鹤一般。就怕是朵浮云。老婆，今天该换你做家务了哟。你说什么？我刚才说，今天该我为你服务了。哼，你是多该服务多少点外快了。我今天路上看到那个乞丐，他饭盒里的钱都比你一个月工资还多。现在物价上涨这么厉害，你要我怎么活？我除了在电视上看到飞机，就再也没看过飞机了耶。现在机票这么便宜，你要想坐，我明天带你坐个够啊！干嘛？没事坐什么飞机？以前钱多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你说的你没看到过飞机吗？
那我说我要做吗？那又怎么办？到底是男的，我是男的，为什么都要问我啊？可我说出来的，你又不同意啊？你不会换呢？你问一千个、一万个，我总会同意一个啊。我想过了，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么局面啊，全都是因为房子风水不好，还有你害的。为了提高我们生活品质，我们要搬家。先把这消息发布出去，这么大的房子，我们两个住太浪费了。为回馈广大彩民对十一玄武的支持与厚爱，在10月16日十一玄武上市一周年之际，市体彩中心全程启动了重金寻找幸运达人的活动。目前，活动之一的幸运达人天天奖已经结束，31期共抽取了341位幸运彩民获得，各自。谁把这个偷了？确实是，这个地方不太平，暴力徒、骗子太多了。那你还不快叫几个人租出去？那老婆，那得找多少人呢？10个以上吧，不能再少了。10个，老婆，这么多人，咱这也住不下呀。你不会算数啊？房子体积除以人的体积，就可以知道住几个了。10个算什么？快把这房子这个消息给我发布出去！老婆，我再斗胆问一句：这么多人，他住进来，我们住哪呀？笨蛋，我们当然是要搬出去租房子住喽。你现在马上就给我找，我要一个房子空间要大，装潢要好，风水要好。重点是要够便宜。我想换个环境，换个心情，换工作，住地方也换。便宜，才艺展示，这靠谱吗？我从来都没听说过，这租房子还得表演才艺的。不就是个表演节目吗？你不会翻跟斗，到时候在他面前搬几个不就得了吗？我老婆，我们这是租房子，我又不是考马戏团。废物，到时候你靠不住，还得靠我。下一个。确定是张？没错，我已经通过他发布消息的 IP 地址，令美国的间谍卫星全球定位我。就是。哎，哥们，这是在租房吗？对头，那么便宜的房租，但是才艺表演啊，才艺表演。哦，要不得。下一个。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他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也是来租房子的？不会吧。为什么才艺啊？我是来租房子的，这个会不会才艺应该没什么关系吧。如果我这儿是真的租房子的话，你觉得房租会这么便宜吗？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招聘人才。你会外语吗？不会。那你会开车吗？
不会。你会做饭吗？不会。你会吃饭吗？不会。这个会，这个会。你什么都不会，你还来面试？我会吃饭呢。那我还要喝水呢。这个我也会。莫哥，不是你礼物都收了，不能这样不讲江湖规矩的。就是因为你的这种风气，才导致社会变得这样乱七八糟的。谁打来的？林先生，老婆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来，人挺多，来，老婆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真是各路神马到齐，冤家路窄啊！我看咱们还是走吧，不然咱俩会死得很惨。也是来租房子的吗？对，这也真不错，风水也好，空间也很大，装潢也好，重点是好像蛮便宜的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么好的酒吧怎么无缘无故停业了呢？这个说来话长，两位还是表演下才艺吧。中国多大的中国有春姐，对并且我还要想一个办法，想一个能让咱顺利入住，又让他们对咱冰释前嫌甚至感恩戴德的办法来。鲍某今天看多了吧你？从今以后，我就是马杰，那马杰就张二柱，你还是李显然，然后帮我彻查那房东的一切资料。再帮我准备一双鞋呗。什么鞋？就是跟我上次捡回来一模一样的鞋。女婿，我相信你。我来贬个一个圆周率吧，3.14159260.8017你太厉害了，欢迎你随时入住。原来是他呀。怎么了？ hold 不住了？不，游戏变得更有意思。喂喂，是苏小姐吗？您要查的人我们已经帮您查到了。真的？
您明天到您新租的房子处，您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哎，老婆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来了，谁啊？马杰是吧？我是便衣，你涉嫌信用卡诈骗，请跟我回去协助调查。学成归来了。我表面上是一个风水评估师，其实……警察同志，我从来也没有办过信用卡呀。这是你身份证吗？这个不是我，你看，一点都不像我。警官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我们家马杰虽然一事无成，但也不至于会违乱法纪啊。样子是可以整容的嘛，你只要确定你叫马杰就可以了。啊不，我不叫马杰。说什么？保密要紧。胆小鬼。你一直跟踪我们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你的身份了。柳小姐真是冰雪聪明，我也瞒不住你，所以我打算向您坦白。知道就好，说吧，你在替谁办事？一个组织，一个秘密组织。我就是说了，我就会没命，所以请你谅解。那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呀？人命关天，我不得不追踪。啊，是你，就是你。这么严重啊？我们正在调查一个秘密组织，这个组织杀人不眨眼，而且经常以别人的名义进行犯罪。哟，就是他们近期的目标。你先别走。这也是我乔装为人肉搜索事务所，故意把你的资料跟另外一个人资料调换的原因。我怀疑上次打你的人是故意说错你的名字，他想试探你，看你发现没有。幸亏我当时在场，你才蒙混过关，要不然他就杀人灭口。杀人灭口？我知道这种人，他们一向都心狠手辣。我也只有假装跟踪你，让他们觉得我正在调查，这样他们才不会贸然行动。等等，说了半天，你也没有跟我说，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灭口的原因啊？原因很简单，你是生脸，名字又比较大众化，不易被发现。你的名字已经在他们的名单上挂上号了，一旦有所轻举妄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怎么办？我可不想死啊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才刚换了房子，我们还没享受哎。不急，我已经把你的资料跟一个叫江二柱的资料调换了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叫江二柱。江二柱，这个名字没有问题吧？我上次就是说我叫江二柱，所以才被打的。你是愿意被打呢，还是被杀呢？被打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打你这么多年，你早应该习惯了。我愿意被打，愿意被打。这双鞋从此以后你要穿上。为什么啊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的推理能力已经对他们构成了威胁，所以他们把你挂上了黑名单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只有我和我的一个助手跟你住到一块儿，这样他们才会相信我已经取得了你的信任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我们
不义态度的人接触。这双鞋子就是我们的暗号，我们的人看到这双鞋子以后，他就会秘密的保护你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说这双鞋子是我给你的。因为我也身处禁地，这点相信柳小姐你也知道，所以我打算和你联手一起除掉他们。呀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告别东躲西藏的日子了。可恨可耻可恶。怎么了又？我们家祖上四世三公，作为贵族的后裔，我应该顶天立地，竟然跟你干出这么龌龊的勾当。哎，说完了，说完把钥匙给我，我下楼买袋泡椒凤爪庆祝庆祝。行，你不给我，我就花光你的钱。还我钱包！真是个好人呐。我马杰，我江二柱，我来世就是做牛做马。我都一定好好报答他。什么来世啊？我这世我哪有闲工夫搭理他呀？恩人呐！这是一个阴谋。别动，再动我就拍了。还是我的 iPhone 吧。你们什么情况啊？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你对我的戒心还是那么的重。圣母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们都是被通缉过的人，你当然知道这张照片一旦被曝光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去赚钱有意思吗？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是有创意什么？